讨厌。啊，好，现在早上看一下新闻吧。嗯，早上会有什么新闻呢？怎么滑不动？哦，这个。哦，是什么烂手机啊？我们来拿我另一台手机出来吧。真的很不应该耶。有没有？这就用得了了。啊，好。那现在呢？嗯，今天来穿什么呢？嗯，有好多衣服可以选。哎，我要穿我这件最喜欢的这件油桐的衣服好了。好，可以，这件很好看。再来，我觉得我穿这身睡裤去学校应该是不太 OK 的。我们来挑一件真正好穿的裤子来穿。啊，今天。这件牛仔裤我觉得很好看，你们觉得呢？那我今天呢，就来穿上这件牛仔裤吧。好，那这件裤子可以很好。那我们各位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书包，我昨天忘了整理书包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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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不行。好，我的书包，哇，里面完全空的，你们看，啊，这不行不行不行，啊，你们在这里啊，好，那，我没有什么空了，你们就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有，都进去了，那我们现在书包拉起来，啊，我们要先去。吃早餐，对，好，好啦，那今天的早餐，先来，我好累哦，不想要一口一口吃，我们就直接，啊，好，吃完了，啊，上完课好累哦，啊，好，来看一下电影吧。哎，不对，已经那么晚了，等一下。哦，现在几点了？哦，已经那么晚了。啊，不行啊。啊，哦，有，几分钟应该够，可以比较晚一点睡觉了。对。好，那，哎，等一下，那有什么？我拉出来看看。别动，别动，落下。